大家好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走错场？就今天这边不是 3D Print， 也不是 Python， 就我今天没有要讲 Python。好，那可能大家预设我的场就会讲 Python 哦。好，那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自动化列印系统跟用 Open Source Tools 做自动化列印系统。那我相信在座各位会来听的，应该就是有这方面的需求啦。因为我的这个讲题其实是蛮特别的，就不像是大部分 Coast Club 的讲题都是比较 general 一点的讲题，就是我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入的一个讲题。那就希望这个讲题讲完之后，大家可以对于说怎么建制一个自动化列印系统都有一些认识，然后最后你也可以自己做一个自己的这样的系统，可能为公司啊、个人或者是你的组织这样子。好，那因为我也是做完，我才突然想到，今天要讲 Coast Cup， 不是要讲 workshop 或者是 hands on 之类的东西，所以我的简报做的可能比较无趣一点嘛，就有点不是很好意思。但是我上面有列了非常多，我个人觉得我在做这个东西的过程中觉得很好用的东西。所以有包含了一些 comment 或者是一些参考资料，我有放吗？忘了。好，可能是一些很有用的 comment， 那我会写在简报里，所以你可能会需要这份简报。那这份简报我刚刚在吃饭的时候，因为服务生说要等30分钟，好，我就改了一下简报，我就把它上传上去了。所以你可以从这个 link， 它 link 有点长哦。那其实基本上你可以在 Google 搜寻 mask， 应该搜寻得到了。然后我的一个 single page 里面，它有我的 speak deck 的连接，那你可以点进去，你就可以找到这份简报。如果你背不起来这一串的话，好，好，那我简单自我介绍一下。好，我是 Musky。虽然刚刚主持人讲了那么多，但其实没有啦，不要再相信谣言了。对，好，我是 MOSKY Musky。好，那我现在在 Pinkoi 工作，就www.pinkoi.com。 那我们公司是一个线上的电子商务网站，那它是专门 for designer 的，就是 designer 在上面卖他自己设计的产品，然后对然后大家就可以在上面买。那我个人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我要怎么移过去，它在左边还是右边？好，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大家看上面网站上的图，有点像 Pinterest 或者是大家在网络上流传的一些很漂亮的照片，但事实上它每一个图都是一个商品，都是设计师设计的商品。那我们网站上的东西都是经过审核的，所以上面的商品都是具有一定的 quality， 那还蛮适合拿来买礼物送人啦。那我觉得简单介绍一下我待的公司。那其实我在公司主要比较负责的就是，我们公司是用 Python 做的，就是 backend 都是用 Python 做的。我主要是比较负责 backend 的部分，理论上嘛，对，比较负责 backend 的部分这样子。好，那我通常不会把这个列出来哦，但是因为我们今天讲的不是 Python， 因为我写完这一页想说，怎么都跟 Python 有关，但我今天没有要讲 Python， 所以我就列了这个。那我大概从2019年就开始用 Ubuntu 当做我日常的 desktop 跟 server， 只是我后来换 Mac 了啦，对，最近几个月换 Mac 了。好，不过就是稍微讲一下。那我也是 PyCon TW 2013、2012 PyCon Japan 2012的讲师之类的。好，那我刚刚提到那个网站可以在这边看到，那这个网址进去就有我的一些简单的介绍，更详细的介绍，然后可以连到我的 GitHub， 可以连到我的 Speak Deck， 然后我的一些联络方式之类的，就如果你有需要的话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今天的 outline 大概是这样，我会先讲一下动机，就是为什么会做一个这样的系统，然后你要怎么在 Linux 上 set up 一个 printing 的 system。 那因为我们公司做 web 嘛，那相信对 web 对各位来说其实也是没有什么难度啦，就基本的 HTML、 CSS、 JavaScript 大家都会。那怎么样用 web 来把它变成 PDF， 再加上我们前面那个系统让它变成是一个完整的一个 structure 这样子。那其实这些东西说来很简单，就你 Google 也 Google 得到。那其实真的它不难，
只是它有很多 tricky 的地方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如果你有玩 Linux 跟一些 hardware， 比方说你的笔电如果灌 Ubuntu， 那接下来就是很痛苦的，你该开始找 driver 之类的事情。那 Web to VDF， 那我们 Web 部分也有一些小技巧，可以让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更顺利。所以我今天主要是想要分享这些小技巧啦。对，还有最后一些 tips。好，那就开始进入正题了。好，那动机就是非常非常多的发票，就是我们的发票就是有点超过我们的控制了，因为这当初这大概是一年半前吧，一年半到一年前的一个 project， 就我们公司内部的 project， 就是那时候我们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本来发票是首开，就虽然我们是跟 designer 合作，但我们有另外一种模式是寄售的模式，就是 designer 如果他不想要自己管理，他可能是设计公司之类的，他会把商品寄在我们这边，然后由我们出货，那所以发票是要由我们开，那还有我们要给设计师也要开发票，所以就是这么多的发票，那大概平均我们一天要开一个月要开1000张的发票，那所以老板就苦笑跟我说：“哎，怎么办？我们公司的发票从来没有开完过。”对，就所以我们就想要弄一个自动化的列印系统。好，那因为我们Pinko也是一个热爱手作的网站，就是我们是亚洲最大的线上的 designer 的社群跟 marketplace， 对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自己做。对，我们没有找外部的合作方案，我们也没有外包之类的，我们就自己做。对，那当然是耗费了非常多的咖啡啦。对，这是我们 Pinko 一个特产，小熊温泉咖啡，从 Pinko 一个咖啡机这样子。对，好，所以为了要解决开发票这个问题，但是对我们是开发票的问题啦。那对各位可能是。什么价单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，那总之我现在介绍的东西就是一个很 general 的 printing system， 不是单纯 for 发票的这样子。好，那在进行之前呢，我们这边有个 checklist， 那可能要就是在做之前要请你在你的 Linux 上 set up 好这些东西。好，那第一个是你需要有一个电脑，那这个电脑可能是放在办公室，可能是一个 office server， 或者是甚至也可以就是你的 production server， 其实都 OK 的，只要它是一个在 internet 上的机器就 OK。 Setup 好 Linux 跟 CUPS， 那因为我们是用 Linux 啦，那 CUPS 是 Common Unix Printing System， 它是一个 Linux 上主流被拿来当作是就是列印的系统啦，那 Mac 也是，所以其实如果你想要 Mac 弄的话也是可以的。好，那如果你没有的话，你可以参考这个网站，就是他们的官方网站，你可以在上面找到你需要的东西。那或者是有个很简单的测试方法，你就在你的 browser 输入 localhost， 那 port 是631。那如果你有装好的话，理论上它会导到一个 CUPS 的 patch， 就是它可以 summary 目前你这台电脑上安装的印表机，然后还有 step by step 印表机的安装方法。然后你需要有一个 printer， 然后它要必须要是一个 IP device， 就是普通的印表机是不行的，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东西，它是透过 internet 来传列印的资料，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可以上网的印表机。那当然就不管无线网络或有线网络，只要它是有个网卡的印表机可以上网就可以了。那要怎么判断你的印表机可不可以呢？你就知道它的 IP 是什么之后连上去看，通常如果连得到就是可以了。通常，对。或者是你知道这个协定的话，你也可以透过这个协定来测试说你的印表机是不是我们可以用的。对，那大概是这样一个简单的 checklist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有了一台 Linux 的主机，或者是 Mac 的主机。Windows 可以啦， Windows 有别的 solution， 那当然就不在今天讨论范围内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让 server 跟印表机可以沟通。那可以沟通要做的事情就是你需要 driver。 那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没有玩 Ubuntu 或玩 Linux 的经验，搞 driver 真的是件非常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哦。那还好 CUPS 是一个蛮完整的 solution，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 CUPS 来找到适合你的 printer 的 driver。那这旁边非常的好用。那我前面有加新字前字号代表是 shell，
所以你需要打在你的 terminal 上。那 LP information make and model make 是制造商 ，model 是型号。那你可以透过 keyword 后面加个 M， 代表你是要找 driver。那他会把这个需求送到 Cups 的 server 上，那找找看有没有符合你印表机 的 driver。那如果你运气很好，这些都非常的顺利，你就可以获得一串像这样的东西。它可能会很多啦，这其中一个，那就代表哎，恭喜你找到它的 driver。那你大概可以省一两个礼拜在苦苦寻找 driver 的一个过程，如果它可以用的话。对，好，那就很简单，你只要在你的机器上再下这条 command， 你就可以在你的 cups 里面增加一台印表机的记录。那这个指令是这样子的哦，就是LP admin 就是控制你的电脑上所有的印表机。那前面的 E 是代表加密的意思，就是连线要加密。哎，还说对，前面是代表连线的时候要加密。那名字就是你想要帮这台印表机取什么名字。那后面的那个 V 就是它的 IP address。那如果你是用这样的方式的话，就用 socket 传就可以了，用 socket 用 IP address。那 M 就是 driver。后面的 E 是指 enable 的意思，就是设完之后就马上启用这个印表机。那这边有个例子哦，比方说这台印表机，哎，其实这个是就是我只是测试的啦，因为 HP P1006这台机器其实没有 IP address 的，不过没关系，你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设定。好，那如果很不幸的你找不到，你没办法透过 Cups 找到你的印表机的 driver。那你可以去网络上 Google 或者是任何方式搜寻一个叫做 PPD 的档案，那这个叫做印表机的描述档案。那理论上就是印表机的 driver。那当然它可能会需要，就是根据 PPT 的需求，你可能会需要不同的其他的 package。那你可能要看你的 PPD depends on 什么 package， 那你就自己再装进来。那因为我发现我不能讲太久，所以我就快速的列一下。那这边有个非常好用的网站哦，叫 Open Printing。那建议如果各位，如果你要做这个系统，你还没采购印表机的话，你可以先上去这个网站看一下各家印表机对于 Linux 的支援，然后再决定你要不要买那台印表机。那如果很不幸的你已经买了，那你可以去上面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driver， 然后你把找到的 PPD 档案放到这个路径下，那这个是预设 Cups 寻找 driver 的位置，然后同样的是找 command， 只是协定的部分你可能要根据看你的 driver， 看你的印表机的类型来决定用不同的协定。那后面那个 LP 是 LPD 的这个URL schema 它规定的，就 LP 它是一个 Q， 就看你的 printer 上有哪些 Q。它是其中一个 Q， 那如果你都不知道，你找不到的话，我之前在 Google 很久才找到。如果你找不到的话，你可以用 LP。LP 是一个 default 值，就是一个 common sense， 就大家会用 LP 这样的 Q 当做是 default 值，所以你可以直接用 LP。那后面 dash M 那是 driver， 那其他部分就一样。那大概是看起来会像这样哦。哎，我漏了 M， 哎，它可能在简报后面。那个 M 指定的档案跟刚刚不太一样，主要是在 model 下那个 file 的名字。对，好，那 LP admin 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哦，它可以 enable 一个 printer， 就如果你刚刚没有用最后面那个 E8 enable 的话，你可以用 admin dash P， 然后印表机的名字再加 enable。那你也可以设定一个印表机是 default。那如果你设定的话，你在之后的指令你就可以忽略掉P 的那个 option。 那如果你设错了，你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把一个印表机删掉。好，那接着你要确认你的印表机有正确的在线上运作。那第一个确认方法就很简单，你就 print 一个 file， 你就知道它有没有正常运作。那指令是这样，你可以透过 LPR 这个指令指定印表机跟你想要列印的档案，那如果印表机会动，那恭喜你，你就设定完成了。那它可能，印表机可能有点意外的状况，没有动，那你可以用 LP stay， 那个斜线是火的意思啦，就可能
字型的关系可能不太清楚，那你可以用 state-a 代表看所有印表机目前的状况，你可以看到你的印表机目前到底是正在列印呢，离线中，还是在线上。那最后面的 T 是看到更多的细节。那如果你还是碰到一些问题的话，你可以用这两个指令来做测试哦。第一个是 NC， 那相信因为这个是一个 Internet 的传输，就是你的 server 必须透过 Internet 把资料送给 printer， 所以基本上你也可以用很常用的网络的除错工具来看你的 printer 究竟它是不是在线上，或者是传输之间有发生什么问题。那 NC 就应该不用我解释啦，就是 IP 然后 port。那你的 port 可能随着印表机的不同，可能是631或者其他的 port 这样子。那如果你连它的 port 都不知道，或者是你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在线上，或者是它的可能它的网络的功能被 disable 之类的，那你可以用利用 nmap 来扫一下，说看这台机器是不是在线上。好，对，这以上听起来还蛮简单的，哎，我不小心按回去了。以上听起来蛮简单，但其实我光 survey 以上的内容其实就花了蛮久的时间，所以就希望上面这些指令可以在未来大家需要的时候可以帮到大家。好，那接着就是要把一个 web 转成 PDF。 那这边之所以是 web， 是因为印表机要印东西嘛，那我们希望这个东西是随着使用者需求而改变的一个东西。就比方说我今天可能我要印不同的东西，假如我要产生1000张价单或者1000张发票，那内容是不一样的，但它有个 template。 那因为我们做 web 的，所以其实这件事对我们来说就很简单，就是一个 web 的 template。 所以我们这边是讲如何用 web 的方式来做。那当然你想用 shell script 做也不是不行啦，就是 shell script 还是可以做到一些取代的功能，这都可以，只是我们这边刚好是用 web 的方式来做。那这边主要就是把一个 网页转成 PDF，那 PDF 再丢给印表机列印这样子。好，那你会需要这个 package， 这 package 哦非常好用，它是 WKHTML to PDF。 那个 WK 就是 WebKey 的意思啦，那它就可以把，而且因为是 WebKey 的关系，所以很多现代的比方说 HTML5 啊 CSS3， 虽然你不会用到动画之类的，但是你都可以用，所以其实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，就可以把 Web 转成 PDF。那如果你在Ubuntu的话，这件事非常的容易，你就 apt-get install wkhtml to pdf 就结束了。好，那如果你需要其他 distribution 的 install 的方法，或者是你要从 source code 安装的话，你可以参考它的官网。那这边有个小比较大的问题是说，如果你的 server 是一台只有 command line interface 的 server， 大部分 server 都是这样子嘛，它其实没有 GUI 的。那这种时候就比较麻烦，因为 WK HTML to PDF 它会需要 X window， 所以如果你没有的话，你可能需要装XVFB 这个东西。那它不是一个真正的 X window， 它是一个就是提供一个buffer， 在 memory 提供一个 buffer， 让你可以 render这些图形的内容。好，那还好这件事在我公路上也很简单，你就安装 WXFB 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就按到。好，接着是一些用法，那这个就比较复杂哦，但这个就是真正我觉得要 Google 的东西。对，那它基本用法其实很简单，就 HTML to PDF。那事实上大家在实务上用的时候，因为它其实会产生一些边框啊边界有的没有的，那你可以直接套用这个指令，你就可以把边界全部取消掉，然后指定 page size， 指定 encoding HTML 的 encoding， 然后转成 PDF。 那如果你的电脑是没有 X window 的话，那这个指令就有点长了。那前面这个意思就是它先 create 一个模拟一个 X window 的环境，然后再来执行后面的指令。这个还蛮好用的了，因为事实上我们的 server 内就是在跑这条指令，在转 PDF 的时候就是在跑这条指令，所以它应该是蛮实用的一条。那接着你就需要把这个档案送到 printer 那边去。好，那就一样嘛，就是 LPR， 然后 -p， 然后跟你的 file。那 file 其实它可以接很多个 file， 不一定一次只能印一个 file。
那可能你会需要碰到一些管理的问题，像其实一开始啊，真的是，像一开始我们公司做好的时候，其实就蛮常发生，哎，就是同事就说，哎，那个订单有进来，但发票没有出来，是怎么了？所以你可能就要确认一下这边究竟是发生什么问题。那虽然最后其实都不是Linux 的 Printing Service 的问题啦，但是就还是为了保险起见，你还是要确认一下。所以这边有一些指令可以给你参考，就是你可以用 LPQ， 然后一样是加一个印表机的名字，你可以看目前印表机里面排了多少个等待列印的东西。那你可以用 A 来看全部。那如果你有需要的话，你也可以直接 cancel 掉一个printer 的 job。好 ，A。今天虽然没有要讲 Python， 但因为有查到这个啦，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就是如果你觉得 command line 的界面不是很好做 programming 的话，你也可以参考 pycups 这个 package。如果你是写 Python 的，但如果你不是写 Python， 那我相信其他语言有别的 binding 了。那这边是介绍 Python 的 binding 的部分。好，那你可以从这个Pypy 上找到 pycups。那它拿 connection 的方式是这样子，你在 Python 里面 import cups， connection 等于 cups 打 connection， 那它就会跟系统内的 cups 的 demand 连接到。那你接着你可以用这些指令，这个指令来取得printers， 就是你系统上所有的印表机。那回传内容会是这样子哦，就是如果你今天是要做一个蛮严肃的一个计划，比方说你这个印表机的功能是要开放给你的 user 们使用的，因为我们比较简单啊，我们就是收到 request 就 in， user request 就 in， 所以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们工程师可以从 command line 来处理。那如果你今天是要做一个比较完整的 user interface， 那你可以参考它回传的资料。那我这边只摘录一些我觉得很有用的资料，像是 printer state。那它可以告诉你说这个机器目前到底是怎么回事，那还有一些错误的原因之类的，还有它的一些详细的资讯。那这个就是在你 debug 的时候可能是蛮好用的。那如果你要印一个档案的话，就是这样子印，指定一个 printer 是那个资传的名字，然后档案的名字，然后这个 jobs 的 title， 还有 options。那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是像这样子，就是我 jobs title 直接用 fire path 这样子，然后 option 就是空的。好，那你可以透过 get jobs 啊 ，oops， 你可以用 get jobs 来看到目前在你系统里的 queue。那这个还蛮，就是这个功能其实还蛮强大的哦，不是说强大，就是还蛮好用的，就它可以秀出你目前的 jobs， 就是有哪些是没有完成，哪些是完成，或者是全部。就如果你要做一个比较好友善的界面的话，还蛮有帮助的。那回传的内容我是用文字描述啦，那它是传回一个 dictionary， 那它是用 job ID 做它的 key， 然后它的内容就是每个 dictionary 的内容就包含着 jobs 的一些 attribute。 好，那最后的话我分享一些技巧。然后在设定的过程中，你不免碰到一些鬼挡墙的状况，就每次设定 Linux 就是一系列鬼挡墙的开始。那这种时候 log 就是我们的好伙伴。那 cups 的 log 是在这个位置 var log cups error log。 那如果你碰到一些诡异的状况，就是我明明就设定好了，它印表机就是不动，那你可以看 error logs 里面有哪些内容，然后就把它丢去 Google， 就很多问题我是这样解决的，对，就可以找到结果，可以找到解决的方法。那还有就是关于 template 的一些设计上的技巧。那因为虽然我们是做 web 的，但是事实上你要做一个纸本的内容，跟你真正在写 web 还是不太一样。那我这边有一些建议可以给大家哦。那因为它是要印出来的，所以你在 CSS 的单位里面，你可以利用 CM 或是 MM 这些实际的测量的单位。那它会运作的不错，就它可以精确的印出，今天 ECM 就是 ECM， 对，还蛮不错用的。就以前从来没用过，就因为这个才用到 CM 跟 MM 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个人在做这个的过程中，我碰到一些问题，就是印出来的东西会跟我实际上的档案有一定
等比例的一个缩放，那会随着硬条肌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缩放。那虽然后来有请教了专家，他说这可能是 DPI 设定的问题，但那时候我就 用一个 quick fix。 那我这边大概解释一下这个 quick fix 是什么。那首先你先用 HTML 做一个1×1cm 的一个 block， 那你可能给他一个 border。 哦，好，谢谢。然后你把它印出来，一单错，然后把它印出来，然后你可以用 Zoom， 这个好像是 WebKit Only 的一个 attribute， 你可以用 Zoom 来调整它整个的缩放的大小，你就印出来量，它应该是要 ECM， 但它不是 ECM， 它乘多少或者是缩小多少，你加上它之后，它就会变成你真的要的东西。好，那最后一个小建议是，你可以避免 floating 的 structure。就我们现在做 Web 都要说要那个RWD 啊 ，Responsive Design 啊，那 Web 做硬条肌这件事情刚好是完全不同的路，你就最好是所有东西都是 fix 住的，那你不要一个 block 依赖另外一个 block， 就尽量他们都是固定的，这样在调整的时候比较方便哦。就我当初在做的时候，我是觉得不行，写 Web 我要很棒的 structure 有的没有的，然后就最后做到后来就是改版面改的要死，就因为那个字常常偏个0.5mm 之类的，然后你就要去你的 CSA 里面看到底是哪个地方要减 5mm 或加 5mm， 其实蛮痛苦的。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避免用 floating 的 structure， 就干脆就全部都定死，这样对你调整版面来说会比较方便哦。好，哎 ，live demo 啊，可惜我们这边没有硬表机，所以我没有办法 live demo， 那我们就来一个 video demo。 好，哎，可以看吗？我应该 click 一下，对不对？哦，好，就是在我们网站上买了一个东西，然后我们办公室的印表机就会。好，因为它 internet connection 需要一点时间，我给它一点时间，啊，就印出来了。好。好，然后就出货，瞬间出货，因为在办公室内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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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就谢谢大家。我刚好剩最后一分钟，我就简单 summary 一下我今天讲的内容。那今天主要就是跟大家介绍 CUPS， 然后还有一些很有用的指令，然后 WSHTML to PDF PY CUPS， 啊，还有一些技巧。那我应该还有30秒的 Q&A 吧？来，一个问题，来。WKTFL 是 PDF， 因为大多数都没有 Excel。 其实是当初我没有太多的 survey 啦，就是刚好看到可以 work 就用了。对对对。